双黄手的那个动作，双黄手的动作，就是你们一定要练习到指尖，一定要练习到指尖。它双黄手的时候什么？转合阴阳转，对不对？阴阳转，转完之后什么？然后留指啊，留指推身推手，转合留指推身推手，然后呢再沉下来。所以呢，一定要有一个原点。你起来的时候就立起来，你光推手也没有用啊。所以手上的屈伸，手上的屈伸通过哪里练？就是通过这个手语组合来练，就是通过这个手语组合来练啊。手上的屈伸，那你手上的这个虚推向实，转和虚推向实，哎。这不是就是手上的这个转换吗？松紧松紧啊，反面是一样，手上指根啊，讲指根咱不讲指尖。那很多人那个指尖，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尽量少跳网红舞，网红舞啊偶尔跳一跳拍一个视频就可以了，就不要拿它去当做学习。你要拿它当做学习训练的话，你会养毛病的。我们给小孩上那个舞蹈课的时候，都我一般都不教网红舞啊，它没有训练意义，它只有什么呢？只有美，哎，让你自己就是心情美起来哈。拍视频用的，或者有流量，哎，拍视频用的。那你真正训练的话，不要拿网红舞去训练。上一次我讲过了啊，不要拿那种就是你看的是好像他说的是提成组合，但实际里边啥都有的那种组合。然后今天喊朵花，明天别一朵花，后天手上夹朵花。你手上都拿东西了，你怎么去练这个手嘛？你拿什么去练？你手上都拿道具了，你拿什么去练那个身韵呢？拿什么去打基础？所以呢，你们看啊，很多网红舞的时候手是这样的，就是大家手是没有的，手是没有的。全都在哪里了？全都干在手腕上了。那我们手是没有的，我们一定要把手给练好。然后你看我们在黄手的时候，那黄手啊，后黄手，你在脚啊在下的时候是什么阴，对不对？阴阳转换，好，虚实转，再推实。对啊，你的手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感觉，盘腕也是一样。你看哈，我们的这个屈伸在盘腕里边也是一样哈。好，盘的时候下盘含指根，是不是？我们的指根处于一个什么松弛的一个状态，下盘，对不对？好，上盘怎么样？不能这样盘呢。那有多少人在做五花的时候手做成这样了？松弛归松弛，松弛不是卸指尖，所以呢，大家这个指尖一定要找到，指尖一定要找到。大家现在很多人在忽略这个指尖。刚才那个学员在说那个手语的时候啊，就是前一阵的时候我也给你们讲过这个，一定不要忽略指尖，手指头的练习。手指头练习，你有了手指头，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动作是长一块的啊。你在胳膊伸直之后之上，你一定要加做什么？加身法。好，身法之上还要加什么？加指尖，你才推得出去。你这个动作你胳膊伸直了也没有用，伸直了也不敌人家这个长。大家能不能看到啊？很直观啊，伸直了，你把胳膊伸直了也不敌我这个弯的长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呢是身法的推送，后背人缩着也不行，把指尖给推出去啊，所以一定要练习到指尖。我们盘有，我们穿手就更湿了，下裹，不管从上从下吧啊，都是裹，对不对？你要指尖要找好你对应的一个位置，你是往那儿还是往那儿还是往这儿还是往那儿，你要找一个对应的一个位置，然后去做一个什么，很清晰。对不对？很清晰，然后才有个什么腕儿，哎，底下也是很清晰，在这儿啊。为什么有的人穿手他都穿不好？他你指尖都不带呀，你拿手铲出去，他能做好吗？所以呢，不管在哪儿看，手，
哎，那当然了，胳膊不是直的哈，我这个是为了突出我的手，大家不要把这个胳膊也放直哈，手啊也是一样，边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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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手上去做一个什么旋拧啊，边走的时候这是裹的，穿上去之后不就展起来了吗？这不直接就做完了吗？并不是因为他要往上穿了他才裹，不是，并不是因为他裹了他才往上穿，你要裹完之后你要给他解开呀。然后你别光裹，完了往上穿，往上穿，往上穿，然后反穿也是一样，反穿斜上也是一样，在这儿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这儿，对不对？裹完之后给它展开推，接没接盘？是不是有接过盘？啊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反穿完了之后什么推满去走盘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之前不说了吗？穿完必抽，穿完必解，穿完必盘，燕子穿林就是这么来的。燕子穿林就是这么来的啊，清楚了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在所有的手一定要跟这个指尖，一定要跟这个手指头给挂上。大家一定要解决这个手的一个问题哈。刚才有人在说手的，我就真的是这个手哈，有很多人在做动作的时候有胳膊没有手，一抡就完事儿了。嗯，摇臂。啊，不管是怎么出手了，不管是手心起还是手背起，重点就在于那个含拨，你的这个指尖就出来了。所以大家看看手重不重要，你站立起来的四个手上的动作全都跟什么，跟这个指根有关，跟这个指尖有关。嗯，谢谢练的。我这手其实是这是什么短粗胖的手啊，我这是短粗胖的手。哎，但是呢练，哎练，你要去找到一个什么，它这个手的这个屈伸感和这个柔软感。你软软在哪儿？你们现在咱们现在成人跳舞了，谁还能把这个腿能搬脑袋上？谁还能把这个后腿搬上来？然后谁那个肩膀还能这样过过去？是不是不能？咱们比不了那些专业演员，但是咱们这个软是有的，软是有的。软在哪里？软在这个身段上。有的人他腰不软，你让他搬后腿，你看我，其实我的后腿也不行啊。我大学之后我再就没练过腰，我从毕业之后我再就没练过腰。我现在毕业多少年了，我就没练过腰。但是我在上课的时候，就是还可以，就跳舞的时候，大家没有觉得。